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吃的是自己做的烧烤，还有这个烤红薯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了，我居然吃到了烧烤。烤豆腐。虽然烤的有点黑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就是临时起意想吃烧烤。家里面的食材就这么些，全烤了。我在查这个烧烤菜谱的时候，发现了需要的材料家里都有，忍不住了，想立马做起来吃。家里没有锡纸了，所以烤的有点黑，有点焦。土豆都是面面的。
过过瘾。真的还蛮好吃的。真过瘾。豆腐。家里实在是没有蔬菜，这个土豆和豆腐真的是我从下翻到上才翻过来的。软软的面面。好满足。
我好久都没有吃到烤红薯了。年前有吃过几次，年后就没吃过了。这个红薯是，我用200度上下火，烤了20分钟，哦不，烤了30分钟。哇，这个蜜都出来了，黏黏的表皮。那个店主果然没骗我，这个红薯好甜。你看这个蜜。苦的，哎呀，苦的这个东西，黑的，好吃。